主料，米饭一碗，香肠一根，胡萝卜半个，辅料，油，盐，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胡萝卜洗净去皮切丁，香肠切丁，葱切葱花。锅里油热，加入葱花炒香，加入胡萝卜翻炒，加入香肠翻炒，加入米饭翻炒均匀，加点盐调味。烹饪技巧，加入米饭后改为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